蓝牙模式。朝阳在上边，何时麻醉我仰望？过去了的一世会平息。早几年已经谂咗啦，早几年已经讲，即系意思就话咗啊，我想做香港未有嘅嘢，系咁，我再谂下做咩问题，即系话就系喎，即架车度一夜晚排队。啊！幾個鐘頭坐一轉車，咁啊喺度玩下唱下歌，娛樂好過玩其他嘢啦。今世三片的水，後屘自己你係咪你唱嘅話？係真啲高音 OK。心情點樣聽？都幾真係好開心，可以咁講啦。有人讚我嘛，梗係開心啦，係嘛？这个世界掀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别去。呢排啊，四个钟头一千尺，四个钟头做一个转，一个来回，真系好紧要。基本上冇晒繁忙时间，基本上系只要地下十零分钟嘅班车咯，冇下啊嘛。冇人出街咯，夜晚你都冇人出街，日頭都冇人出街，更加冇講夜晚啦，係嘛？起碼都少咗一半，有多少咗一半有多少。我啲之前12点都翻嚟大站排隊，排到4点先上，未必上得爆16个去。咁你冇心機，而家譬如我11点钟我已經收工。你基本上都冇生意，你點做啫？你排都冇用。呢份工咧就係冇，你做落去只要車租，製造落去先，時租氣錢呢啲嘢一定交噶，嚇唔使講話食飯錢啦，200几蚊氣，800几蚊車租，800蚊車租，我多你200蚊氣，800几蚊，一日我預咗1000蚊，咁啊我去今朝7点钟如果做到，根本下晝6至7点钟先夠車租。再做得12，再做落去先係人工呢個，好恐怖嘅呢時候。堵路咧就影響就唔係好大，當時係唔係好大，堵影響但唔係好大。因為嗰陣時有多人搭車啊嘛，雖然塞車，但係翻嚟都有生意噶嘛，最緊要呢樣嘢。你而家你翻嚟冇生意，出去又冇生意。即係我可能最後咧，或者疫情之後過之後咧，我想買個貨車，即係話 K 歌之車，你點你上出街上，即係出街上買架車揸去邊度唱？係你自己去，好似表演咁樣。我唱又得，你哋自己唱又得，即係俾你點，同君仔唱又得，即係你自己點自己唱。后悔已开怀，连泪上只刻送万落。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别去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